3月3号你们有购物吗？每个月是哦，哦，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购物天了。我很久好像没有，就有一阵子的时候，我很就开始热衷于这一个 这很样子的期待。购物日啊，算是不算是购物节，反正每个月都一次。对，所以这里要提醒很喜欢购物的朋友们，今天是3月3号哦。不过大家就是大概就好了哈，每个月还是会有那一天的，所以不要就谨是慎消太费，超过，对。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消费是最值得的，好不好？很多的折扣优惠耶，嗯，要但就趁今天啦。对，但你就是消费的时候也思考一下了哈。啊，反正现对，在大家理晚性上消好，费。对，理性消费没 JJ 就错。很想念你，他说湘军来了，对你呀，算一下你都几久没有在新新闻闻线线嘛，应该是有大概2个星期吧，对差啊，不多2个星期的对时间，啊，2个星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嘞。从新年。新年回来之后还是有的。我们今天是7点30分就会准时进入新闻线，所以我们还有大概1分钟的时间，看吧，我们把对，这一个视频晒出去，然后你们有没有就是应该很长一段时间吧，我们的 sing along song 大家一直在很激烈的讨论，我觉得尤其是你们在Facebook 在看我们直播的话，一定是时常关注88 Facebook，我觉得讨论度我跟太你说，高了。小编给的 tips 实在是太明显了。而且 Tips 上面的讨论是好好笑，我每天都会在那边就是刷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完全是派遣的节奏哎！我们就是派遣给你。好啦，记得就是哎 还有要参，emoji 与我们开今天始，的，你们有听到我们讲话的吗？有吧？有吧？因为卡威还是 emoji 开始，我们要回来了喽！五、四、三、二、一。JJ 林俊杰。988新闻线。晚上7点30分，你好，我是湘君。Hello，我是舒婷。那要讲说关于这个 sing along song，刚才我们就在988的 Facebook Live 那边跟大家讨论，每一天啊，这一个988的 Facebook 小编都一直在跟大家就是送这一个Tipsy，对 Tipsy。那今天呢，我们就是送出了3个节目的这个奖都有送出 去，就是对，1500令吉，而且重点是啊，很嗯哼。多人可能不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参赛，你参加过一次得了奖，还是可以再继续参加没的。错，所以你今天呢赢了奖之后，明天还是欢迎你继续参加。新闻主线。大马支持联合国的票决，要俄罗斯无条件撤军。布尤丁说，在西蒙时期他不苟同取消拉曼拨款。卫生部允许儿童打科兴，4月12号中心启动 walk in。VID 上升了，凯里就说千万不要忽略年长者的轻微症状。我国冠病的确诊病例呢是持续高起的，送院前的死亡病例 BID 也是开始增加了哈。卫生部长凯里说，BID 的死者当中呢是有一半的亲属都是以为家中的老人呢只是感染了轻微的症状，结果呢就没有理会，延迟就医了，直到解剖才发现原来是确诊冠病了。根据2月5号到21号累计的113宗 BID 的分析，是有高达91%的病例是在。去世之后检测呈阳性，他就提醒，如果你是发现乐龄人士出现了轻微的发烧或者是咳嗽等等的冠病症状的话，就要马上求医了。确实呢，这个卡里也是有劝告18岁以上，接种了2剂科兴疫苗的人，还有就是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呢，要赶快去接种加强针。现在是直接 walk in 就可以了，不需要去预约。那如果这些人士他们在3月31号，就是这个月底之前都还没有接种的话呢，他们的 mask 加 trial 的这个状态，在4月1号开始就会从黄色转换成为白色，就意思是说它是属于未完成接种的这一个状态。没错，这个时间呢就要赶快去接种疫苗了。那除了老年人之外哦，小朋友其实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群体啊。凯里说，我国的防疫措施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如果小孩子他是出现的症状有咳嗽、喉咙痛、发烧、失去味觉等等，不要带小朋友上学，一直到他们进行检测还有报告出炉为止。
那为了进一步去鼓励家长让5岁到11岁的这个小朋友呢去接种冠病疫苗，卫生部增设了412间可以直接 walk in 那边打疫苗的疫苗接种中心。这些中心呢是已经启动了，希望说父母可以趁着这一次的学校假期带着孩子去到附近的接种中心打疫苗。那同一时间呢，卫生部他们也宣布说已经批准让5到11岁的小朋友接种科兴冠病疫苗。那这是我国批准的第二款的这个就是用在儿童那边的冠病疫苗。因为之前的这个药物管理局他们只是批准儿童接种辉瑞疫苗而已。就说到我们这个卫生部在推动儿童免疫计划这个 PIX Kids 的这个部分呢，可以说是出尽了各种法宝。看到了卫生部长凯里，他也是化身成为这个卡通人物，就是我国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孪生兄弟卡通人物乌彬一彬，就是在一个30秒的这个短视频里面呢，就呼吁小朋友要勇敢的去打冠病疫苗。好了，这些卡通的卫生部长都那么努力了，所以家长们呢也记得一定要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那全球呢对抗冠病的疫情啊，已经2年多了，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把病毒消失。那 Ipsos 有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大多数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预计冠病是不会完全消失的。平均有71%的受访者认为，即使呢是采取了最严格的措施，冠病和变种病毒还是可能会传播的。那认同这一点的大马受访者呢是高达75%。那另外调查也显示，全球国家都广泛的支持接种疫苗，特别是马来西亚人，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是支持强制接种疫苗来作为旅行啊、堂食啊，还有上班的一个证明，主要是保护身边的人嘛。那 Ipsos 马来西亚公共卫生副总监在文告中有提到，冠病这个病毒呢会以新变异的形式继续存在的，说明着我们必须要学着怎么跟病毒共存，而不是想办法怎么让病毒完全消失。确实看到我国要说到距离我国让病毒消失那个距离也是太大一个了，因为这一波疫情单日确诊已经是连续好多天都超过20000宗，昨天新增了27500宗的确诊病例，那另外昨天有115人死于冠病，这是 Omicron 疫情爆发以来死亡病例最高的一次。只不过卫生部长凯里他就说到，疫情的严重呢其实应该以每日确诊病例，就是这一个率呢是对比死亡率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的。而截至昨天，我国的冠病死亡率是 0.2%， 这比起冠病爆发以来的 0.9% 的死亡率是更低的。那另外呢，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啊，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俄乌冲突可能是会导致冠病病毒进一步传播，然后呢大幅提高冠病重症病例的风险。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在俄乌冲突开始之前，乌克兰的冠病病例已经开始慢慢的增加了，而冲突爆发之后啊，相关地区的冠病检测率比较低，代表着可能会有大量没有发现到的病例，再加上当地的疫苗接种率也相当的低，所以呢重症病患可能会大幅增加。那还有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是会加剧病毒的传播的，而且呢也会增加乌克兰周边国家卫生系统的压力。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截至这个月的1号，是有超过87万名的民众离开了乌克兰，这个数字呢预计还会继续增加的。好了，这个局势主爸爸的新闻最重点还是会继续跟大家跟进。那我们接着来换个焦点，跟进一马公司 OneMDB 的课题。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今天在国会上就说，我国还没有偿还一马发展公司 OneMDB 债务的本金，但是国家正在偿还这些债务的利息。财长的这番话呢，其实就是驳斥了前首相纳吉昨天的言论，也就是纳吉说呢，政府没有用一毛钱的公款来偿还一马发展公司的债务。那财长今天说明哦，截至本月底，剩余的这个欠款是介于385亿到388亿令吉，其中本金高达323亿令吉，利息呢就占了65亿令吉。针对东姑扎夫鲁的说法，行动党白沙罗国会议员潘简伟促请国会下议院将纳吉移交到国会特委会处置，因为纳吉从头到尾都是在说谎的。潘建伟指控纳吉在独立发电厂 IPP 债券还有大马城工程上呢，都是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来投资，然后三番四次的说谎。无论如何呢，针对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的澄清，纳吉是有反问，
国政下野之后，为什么会在这个继任的财长不在债务到期之前去偿还本金呢？来省下这一笔利息的成本。纳吉今天在脸书的帖文说，从东姑扎夫鲁今天在国会的答复看来呢，政府的确是从来没有偿还一码债务的，只是从2009年开始付了65亿令吉的利息。而西盟还有国盟政府多年来呢，就宣称说国家的债务非常沉重啊，因为需要偿还一码公司高达320亿令吉的这个债务。但原来呢，那笔320亿令吉的债务一分钱都从来没有还过的，所支付的都是利息。那另外方面，看到马来西亚警方证实哦，他们正在等待新加坡那边亮绿灯，以便可以跨境去继续调查道飞的贪污指控。道飞他是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前总裁杰蒂的丈夫。在去年三月份，有一篇报道就说，警方已经开始调查，就是跟一马发展公司 OneMDB 有关的资金。据说呢，这些资金就被转移到了道飞在新加坡拥有的一个银行户头里面。商业罪犯罪调查部的主任莫哈默卡马鲁丁他就说，马新两国的官兵激增就扰乱了这个他们的调查进展，但是只要新加坡那边允许呢，警方一定就会过境去调查的。现在 vote。好了，看到今天的现在 vote 呢，就要问你，就是关于刚才的那个民调啊，你认同防疫再严格，官兵也不会消失这样的一个说法吗？好了，给你两个选项，点选 vote 的话呢，就表示你是认同的；点选哈哈的朋友，表示你是不认同的。两个选项，欢迎你去到988的脸书底下去投选，然后写下你的意见。那在下段回来呢，就是要跟你跟进关于柔佛州选，现在是选情激烈，就是各个政党领袖呢有出来说话的，所以下一段就回来跟进。我们是相片上蓝天，该调台底啊。 Hello， 有声音了吗？应该是啾啾啾啾，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讲话？应该是有的吧。Hello， 现在有听到讲话吗？我们对，刚才我们就是 mute 了一下，然后调整一下这个技术的东西，哈哈，嗨嗨。如果待会听到持续有什么反应的话，还是可以在这里反应给我们看，我们是看到的 ，OK。好啦，继续就是记得去参与我们今天这一个。防疫的部分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民调，就发现到说防疫再严格，官兵也不会消失，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想的，到底你是认同还是不认同的？欢迎去到988的这个 Facebook 那边参与今天现在播的话题哈，真的要去交流。然后看到有些留言呢，其实挺有趣的，那你们自己看啦，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等下也是会念一些留言。行，看一下现在大家的留言是这样，哦，今天真的好多人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真的很多朋友都是有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面有留言，关于说到底官兵会不会消失的，你们是怎么看的呢？看到 Kim Lian 他就在这里，就是我们的视频下面就有讲到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个终点，相信病毒会消失。其实我妈妈之前也是有讲过，她说可能不是在我们这短期里面，就她相信说可能有一天就不知不觉这个东西就消失不见了，就好像以前的一些病毒什么那个天花啊之类的，就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他觉得相信会消失，但未必是短期的啦哈。那你们怎么看呢？记得去到我们的帖子那边告诉我们哦。现在疫情都已经2年3年了，真的不小心这2年多了，觉得好快哦。
对啊，戴口罩也两年了耶，就几乎觉得今天就来到公司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啊、对，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样子哦、OK、我都差不多忘记就现在我们只要放回去看呢 YouTube 也好啊，在 Facebook 这里新闻线都是戴口罩的，你只要找不戴口罩翻回去两年前的事情忘记了，去 follow 我们的 IG 啊，看看我们的样子，对对对，这是必须的。那我们要回来咯，五四三二，988新闻线，988新闻线，让你紧贴时事不断线。你好，我是湘君。Hello， 你好，我是舒婷。来看到前首相莫尤丁呢，今天再次解释他为什么当初会离开西盟啊。他说的理由就是，西盟不只是没有做对的事情，也没有兑现承诺，只会做一些令到华社啊，还有马来人社会非常憎恨的事情，包括说取消拉曼大学学院的行政拨款。他对新州日报说，是时任的西盟财政部长林冠英取消这个学校的行政拨款的。那莫尤丁他在西盟执政期间是担任内政部长嘛，他就说到拉曼大学学院是一所为华社创立的高等学府，必须继续的存在。马华和华人社会他们就是会这么做呢，其实也是希望说可以借此来提升华裔子弟的大专入学率，这是对国家是好事。那他也说到啊，在他担任首相的时候是坚持必须恢复给拉曼大学学院拨款的。不过呢，西盟兼公正党主席安华就把西盟政府时期的一些缺点归咎于当时领导西盟政府的时任首相马哈迪了。他很无奈地说，西盟执政的时候呢，其实有尝试进行几项的改变，但是首相是马哈迪，所以他能够怎么样呢？那既然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就希望各族的选民可以觉起来，不要再纠结过去的一两件小事了。那说到多马哈迪这一号人物，他的精神真的是非常不错。今天呢，就是公开露面南下去到柔佛州为斗士党那边助选。其实呢，要提起他在上个星期的这个话，很多人可能还记忆犹新的，就是说因为他身体健康状况还有官病的因素，多马就表示医生建议他不要去助选，不然的话会很危险，以为他不会在这个柔佛州，对，他是已经说不会去助选了。但是呢，这一名前首相在痊愈之后啊，就马上南下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演讲。那多马还笑说呢，在生病的时候他曾一度觉得自己完蛋了，他说自己是很感谢身体依旧是健康，对他而言除了为国家服务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那另外呢，马哈迪也说柔佛州选中呢，其实有不少跟他们政党就是斗士党有着相同理念的，就是呢他们都会秉持贪我、就是摒弃这个贪污腐败。那他说呢，该党其实愿意跟其他的政党合作来争取足够的议席重组柔佛州政府的。不过到现在呢，其实他还没有敲定要合作的对象。接着我们就来关注跟教育相关的课题。马华总会长魏家祥他就说，等不到这个行动党秘书长的回复，所以他再次的喊话，要林冠英跟他展开针对筹建郭鹤尧华小，还有就是新建柔佛州华小课题的这个辩论。他建议这个辩论的时间是3月6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新山中华公会的礼堂那边进行。但是他也说到啊，如果是林冠英要更早或是要延迟几天也是没有问题的，总之呢就要有 guts， 这个 guts 就是说那个胆量去接受这个战帖，来一场王对王的辩论。他希望对方可以在明天也就是4号中午12点之前可以回应。魏家祥还说，为了要显示诚意，他也是会邀请华教领域著名的学者来出席辩论会去评断这个课题。同时呢，他也邀请教育部前副部长张念权，就说如果你想要过来的话也可以一起来挑战的。 okay， 那除了要忙着辩论的事情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恐怕也需要魏家祥来解决了，那就是启智华小的新校舍风波啊。启智华小董事长林明显说，他对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的言论表示心痛的，现在呢是希望马华总会长兼交通部长魏家祥可以出面的去协调这个问题。马汉顺日前他出示的文件说，启智华小董事局曾经两次反悔移交校地给政府，同时呢也违例建设这个新校舍。那林明显就强调，启智华小啊只是同意把新楼还有土地的使用权给教育部作为学校用途，而不是移交他们的土地权。他说启智华小董事部确实是曾经在内部的会议里面提出把新楼的有关产
产权交给教育局。不过呢，这个会议只是内部会议，他也不清楚马汉顺是怎么得到有关会议的记录。而实际上呢，这场内部的会议内容也是在2020年被推翻的。另外一边看到启智华小董事部顾问姚长禄，他就坦言启智新校舍建筑过程当中确实存在技术上的错误，但他认为这是一项善意的错误，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他说呢，他们在2009年筹款去买地建校的时候呢，就获得了吉隆坡市政局发出的准证，但是教育局的批准就迟迟没有下来。那个时候董事部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呢就决定说不如就先一边建一边再谈吧，这也是马汉顺所指没有取得准证就建校舍的一个缘故。姚长禄他也是马华副总会长，而马汉顺呢，他就是马华署理总会长。姚长禄他就坦言，昨天自己睡得不好，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启智华小新楼的风波会闹成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他说，启智的董事部还有马汉顺是有过好几轮的交流，也安排教育部的一些官员去洽谈。他很感谢马汉顺的协助，但是这个董事部提出的三个方案教育部到现在还没有回应，就反而先收到了这个教育部那边的信函。说到这个启智华小董家协他们一致提出的三项解决方案，就分别是第一个迫使迁校，第二个呢就是由政府收购争议的校地再全额退款给这个捐款者，然后第三个这个建议就是把校地主权移交给新成立的华小基金会，再把这个校地出租给政府了。这个风波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解决了。那接下来要看的这个风波，哇，影响非常的大，说的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的局势。那他们之间的战争呢已经进入第八天了，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决案。那我国其实也投下了赞成票，是要求俄军立刻停止进攻，并且无条件的从乌克兰全面撤军。我国外交部长塞夫丁阿都拉说，我国是表达了很明确的立场，就是联合国宪章还有国际法所阐明的任何人都应该要遵循还有尊重各国的主权以及领土的完整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还有国际法的行为是不可以被接受的。那大马士希望这两个国家可以不断的通过和平的谈判来加速解决这一场冲突。俄乌的这一场战争呢是所有人都在关注的，看到各国各个企业都对俄罗斯展开了经济制裁行动，造成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冲击。当局极力劝民众不要恐慌，但似乎呢并没有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起到作用。莫斯科证券交易所星期三连续第三天休市。之前呢，俄罗斯央行也宣布，除了购买卢布，也就是俄罗斯货币之外，不会恢复其他交易。卢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已经下跌超过了三分之一。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坦承，目前的形势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充满敌意的，但是他就强调，俄罗斯会继续屹立不倒。是不是真的那么强悍呢？那俄国军方是发布了这样一组的照片，就是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动态。不过照片可以看到，普京好像没有以前的霸气样子了。很多人形容他是面如槁木，眼神死，就是很像枯木这样。那不少的网友是认为，哎，是不是俄军的情势其实已经不妙了呢？那虽然从军力上来看呢，俄罗斯是大胜乌克兰的，很多的这种空军啊，或者是一些海陆空都非常的强。不过呢，乌克兰的士气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很多人是勇敢的走上战场跟俄军对抗。那令人惋惜的是呢，当中啊，年仅19岁的冬季两项先星马雷舍夫，还有两名的乌克兰足球运动员，因为遭到俄罗斯的炮火攻击而丧生了，这让人非常感叹，这战争很残酷啊。社区牵线差不多到尾声了，我们来收拾一下心情，转一个心情啊，去看一下这个社区牵线。因为社区牵线今天也是要看大家去带大家去了解一下马来西亚景色之美。佛罗礁仪丹戎鲁海滩今天出现了一个奇景，这个奇景一年当中只会发生一次，而且每一次只是会维持一个小时。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奇景，真的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这说的就是大约600公尺长的海陆奇景，这是在退潮之后呢就会浮现出来的一条路。你们如果是在收听九八八这个收看
有的还没有收看嘛，就是担心说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去988的这个视频那边收看我们视频版的这个新闻线，就看到这个海路的这个奇景非常漂亮，然后你可以走过这个路去到对面的小岛，一路上可以欣赏各种滞留在这条路上面的海底生物。那这个景观呢是在今天上午7点的时候开始出现的，而上一次这个海路出现呢是在去年的3月1号，真的非常非常珍贵，一年才出现一次，而且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看到的朋友呢还是非常幸运的，也说明了马来西亚其实真的还有很多东西是有待我们去发掘的。现在 vote。好了，回到我们的现在问，你认同防疫再严格官病也不会消失这个说法吗？这是来自 Ipsos 的一个调查结果，70%多的人是赞同这样子一个情况的。那我们988现在问的大家是怎么看的呢？跟 Ipsos 的调查其实差不多的，那 86% 的朋友呢点选的是 wow， 是认同防疫再严这个官病也是不会消失的。另外呢有 14% 的朋友则是点选哈哈，是不认同的。那看到佳话呢在我们这个现在问的帖子下留言说，除非有了可以100%治疗官病的药，否则不可能会清零的。我用这个帖子呢的内容其实挺长的，但我觉得很有意义。他说他的父亲中了 positive， 但是呢他和他的母亲是没有事情，但是依然是每天坚持检测，然后呢也会隔离1个星期，因为你知道跟同患者同居在一起，他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很多。他说除了睡觉之外，基本上他们每一天都戴着口罩。那看到艾丹汉他就说不会消失只有共存，那这些就说他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不会消失，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放松，这真的是很重要的。然后看到说Hing Cha Kong 他说其实我国的这个 SOP 有没有严格，他是对这个有一点质疑的。那看到说 Anna Tan 还说不会消失，因为他觉得是人的问题，可能就是需要人去遵守，他觉得还是很多人不遵守啊这样子。OK， 挺多人是认同啦，就是说现在疫情呢是很难消失，即便是有严格的 SOP， 所以自己一定要做好哦。对，那如果你想参与我们今天是一个现在我的话题讨论，可以继续去到988的 Facebook 那一边继续跟大家留言分享。那接着呢我们就来送一首 Ella 陈嘉桦的晚安歌，把时间送去今晚最耐听开始就放慢脚步了。我是祥君，我是舒婷，明天新闻线继续跟你聊新闻。